Hello YouTube， 我係 Matthew， 今日係11月28日星期二。上個星期我就處理咗繼續好似上一條片咁啦。咁然之後我就上星期三就有一個關於車嘅嗰個筆試嘅 talk 啦。咁就係啲例如有啲咩 tips 啊，可以去知道大概筆試嘅時候會出啲咩題目。在個考試的時候會出什麼題目，什麼類型的題目出最多，哪些最 common， 還有哪些關鍵字要留意。就上個星期三去了聽一個 talk， 然後就上個星期抽了週末，上個星期的尾就都回了教會跟導師啊等等去開會，開一些查經班的會，然後就前日崇拜完咗之後，都有啲參加咗團契活動，係啊，啲青年人嘅團契活動都非常之滿足。而大家都喺團契嘅時候係咯，團契時候都分享咗大家近況，之後都團契之前都一齊食咗個 lunch 係啦，喺駝灣嗰度附近食咗個 lunch 係啦，而嗰間都係食啲burgers 嘅嘢，嗰間 burgers 都非常之好味，係啊，嘅啲食物都非常之好。呢個星期就大約做咗咁多嘢啦，係啦。而嚟緊呢個星期開始都要加緊嗰個力度啦，喺屋企繼續温嗰個温佢筆試。而家就題目就都理解曬啦，而家最重要係瞭解啲字眼啦，啲字眼嗰啲要開始再温熟啲啦，同埋啲規則嗰度再温熟少少，係啦，咁就兩個星期之後去考筆試啦。而家仲有兩個星期嘅時間作準備啦。都知道應該中小學生而家應該都準備差唔多，部分嘅中小學生而家都開始準備上學期考試噶啦。視乎你係聖誕之前考試啊，還是聖誕之後農曆之前要考試啦。咁誒，如果係聖誕前考試考完試放聖誕的中小學生們，希望你們都在這個上學期的考試都考試順利，都在考試當中獲得理想的成績。好，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